从未停止行走，一路向前，步伐深远踏实，方能沿着初衷抵达高处。我一直热衷表达，但会说只能赢得掌声，会听才能唤起别人的心声。从佳明到佳明哥，绕着世界回到起点，蜕变的是阅历，不变的是真诚。我是李佳明，跟我一起向幸福出发。爱要大声唱出来，向幸福出发。天气和风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老婆，我又做梦抓到羊了。什么？被这件事吵醒我，你不想活了吧？给我抓羊去！大南瓜，大南瓜，又香又甜的大南瓜。啊，我来了。那村里是不是就有一模特队？他们穿的衣服都是您设计的？对对对，你们村男生好幸福啊。那场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短短的几秒钟我就被砸在了地底下。大哥，谢谢你，我代表十一位哥，十一位辛苦你们，谢谢你，我走遍了全国，山山水水，坎坎坷坷。你不扛枪，我不扛枪，谁来为咱爸爸，谁来保卫他，谁来保卫。每一个家庭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呢，又有四组委托人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故事。让我们首先把热情的掌声送给他们。爱要大声唱出来，向幸福出发。欢迎大家收看由婚庆黄金9999专家鸳鸯金楼独家冠名播出的向幸福出发。在这里特别感谢鸳鸯金楼为我们节目的每一位委托人准备了一份这样的幸福礼包，感谢。佳明，最近有个词儿特别流行，挺适合你的，大叔。佳明大叔，李大叔。你开心我就开心。一般就是又有知识又有文化，然后又是暖男，会成为大叔型的。我愿意，你就是大叔型的。我愿意为下一组嘉宾做铺垫。下一组嘉宾呢是五位大叔，他们的组合呢叫做八只眼，掌声有请他们。苏北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听声鸟会歌牡丹，一路一出装，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使我了然，宣纸上奏笔至此歌一半。有色渲染仕女图，与美被私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
前朝的飘逸，就当我未遇见你，不比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如传世的情话，字字骨子美丽，你掩盖笑意，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数颗粒放前朝的飘逸，就当我未遇见你，不比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情话字字骨子美丽，你掩盖笑意。这是一首大家很熟悉的流行歌，但是从五位老师的演绎之后，我自己有一个感受，就像什么，就是拿中国的这个水墨画的画法再重新画了一遍蒙娜丽莎。我觉得你不要太在行，你可能对古董特别了解，是吧？我就比你特别在行。我刚才介绍他们的名字的时候哈，这个组合叫八只眼，然后上来五个人，我就挺纳闷的，为什么叫八只眼不叫十只眼？然后如果加上眼镜的话，为什么不叫十二只眼？当年绝对是名副其实的八只眼。我记得录那个咱们第一张专辑，自己朋友出录那老人头的时候，眼镜都摘掉，就怕人家说眼镜也算，实际上就是四个人八只眼，其实是我们俩戴眼镜。哎，对、啊、我们俩就是八只眼。后来那个第五个人是98年的时候，我们这里现在的组员许乐呢，他那会儿还小伙就进来了，然后他有一段时间啊、在去美国，完了也学习音乐剧什么的，后来又回来，以后又回来了，但回来我们这人员干脆我们就增加一个，所以把许乐加进来之后，我觉得显得我们帅多了。每个人介绍一下自己。咱们与时俱进啊，好，学一学现在青春偶像组合，但是不用嗨那种。八只眼演唱组第五声部，松露。我是第一声部李俊广。我是第二声部马文杰。我是第三声部许乐。八点演唱组第四声部耿国际。他是把自己忘了。假如月亮他想加入这个八只眼，就想加一个女团员，您会怎么考他？然后您看我就考他，如果说有一个特色的歌，他唱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配合他。那不是考我，是考他们。可以。月亮也喜欢唱，而且月亮发过专辑。我的儿歌，儿歌，不要在人家面前班门弄斧。儿歌也是专辑。我就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只有树叶在沙沙响。进入八只眼这个组合很有希望，而且我知道他们96年还登上过春晚呢。就是带人物，就在这屋，就在这屋，对对对，没错，1000平米，对，这个房，对，就这儿，嗯，
当年春晚的时候唱的是什么歌？显族歌曲《倒垃圾》，后来大家说倒完垃圾就回家了。上完春晚是不是就更火了？上完春晚那是知道人就太多了，全国人民一夜之间就知道了。你虽说倒垃圾的时间一分多钟吧，但是人也知道你了。但是排春晚，我说大家不要认为春晚就是那么容易，太难了，排春晚太艰苦。就一分钟在台上就唱了一分多钟，我们排了二十多天，一个月，然后天天就在这里待着，然后今天来了先化妆，化完妆以后怎么着，今天也许就没你了，那对不起，先都回去吧，完了明天再来，完了还得想着明天的节目还有没有啊，反正那时候就在这等着，反正该你上了能排能排一下。那每天基本上早上9点钟进来，晚上9点钟出去，对，天天20多天，所以20年后今天再进这个演播厅的时候什么感觉？啊，觉得特别亲切，亲切啊！一进这屋就是向幸福出发了。对，我们节目比春晚好。对，我们节目这么长时间得展示，对吧？我觉得今天八只眼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哈，一定得给我们大家多带来一些歌，大家觉得呢？像的雨，它不停地向我召唤。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是为了庆祝他们八只眼这个组合25周年。没错，我觉得可能这25年来，他们之间肯定有浓浓的兄弟情深啊。没错，今天也应该借这个机会，我觉得应该是不是互相表达一下？大家25年来，我们有句话呀，耿老师老说，
说可能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比跟爱人什么家人还待的时间还多。我记得那年是11月7号在首体演，那天他父亲下葬，那么白天我们就去忙他父亲的事情，晚上你得上剧场，上舞台上你就得出那种感受是非常复杂、非常非常真非常复杂。完了出声，完巧了，05年我父亲去世，晚上又是演出，而且是专场，还专场，所以大家忙完这个又去。就去给我往那儿下葬完了以后，你晚上就得演出啊。演员没办法，演员的职责就是说，你今天不管天塌下来，是吧？就是常香玉老师说一句话，戏比天大，真是这样。特别我们很感动的，就大家家里有个什么事儿都互相理解的，就不用说了，很默契，就是亲兄弟一样。哎，平时我们也打。25年来以后，不像一开始大家还互相都挺客气的，哎你好，这不打架的，现在嚷嚷吧，爱怎么着怎么着，嚷嚷吧，活该。就大家在一起说的，那你们互相的感触是什么？就感触就是有说都不愿意看对方，我看惯是年头太长了。但是呢，就像过日子一样，你又不能不在一起。你知道大家为什么不愿意跟你打吗？就是怕把你个气数耗大了，老同事嘛，是吧？尊重吧，他们都让着我，麻烦。25年。来到了向幸福出发，每个人许个愿吧，还想向天再要25年，越唱越幸福。好，祝我们跟你们都身体健健康康的，再唱25年，对吧？啊，好好的唱歌，唱出更多更好听的歌曲来，给喜欢我们的那些歌迷和观众们奉献给他们。我希望我们5个人每天都好像新的一样，每天都迎接的东西，一切都是新的，珍惜情谊。尊重艺术，感谢观众，再唱25年。爱要大声唱出来，我觉得最后要用一首歌来表达。掌声响起来。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已更改，我还拥有你的爱，你的爱好像初次的舞台，听到第一声喝彩，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经过多少失败，经过多少等待，告诉自己要忍耐。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你的爱将与我同在。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歌声教会你我的爱。爱要大声唱出来，向幸福出发。本栏目是由婚庆黄金9999专家鸳鸯金楼独家冠名播出的。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位委托人呢，他非常有意思，一个人啊能够发出8种声音。不是8只眼吗？他这回是发出8种声音，我们掌声有请他闪亮登场。阿爸，哎，太阳出来，月亮回家了吗？对了。星星出来，太阳去哪里了？在天上。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他呢？他回家了。太阳、星星、月亮，就是吉祥的一家。阿妈，哎，叶子绿了，什么时候开花？等夏天来了。花儿红了，果实能去摘吗？等秋天到了。果实种在土里能发芽吗？它会长大的。花儿、叶子、果实，就是吉祥的一家。宝贝，嗯。爸爸像太阳照着妈妈，那妈妈呢？妈妈像绿叶托着红花，我呢？你像种子一样正在发芽，我们三个就是吉祥如意的一家。
又当爹又当妈，容易吗？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莫真涵，我来自广西柳州市，我今年33周岁。看起来我以为你是一个小朋友呢，十几岁的小朋友，感觉你说话的声音也特别像个小朋友，特别要像小孩一样说话，那就会特别像小朋友。其实我也有这个本领的。是，我就知道，我就经常看您的节目。孩子们，别闹了。今天来到我们节目里，你是作为委托人来的。嗯，对，肯定有你的愿望。因为我身体不太好，我今年33周岁，但是我9岁的时候就得了一场病，一直到现在24年了。就是得了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我全身的40多个骨头都是生病的，都是疼的，然后这20多年都是我的父母在照顾我，特别的辛苦，所以我特别想感谢他们。不真哭。真涵现在的职业是什么？我现在是一个业余的配音员。哦，难怪你在声音的这个控制力上这么强。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个天赋？有一次我们一会儿就是小伙伴去玩，那时候没有手机，都是座机，然后就挨个打电话，就是每打一个，要不别人也有手机，要么就是关机啊，要么就是怎么地。我是没有手机的，我就说，哎，我看您打那个电话，打一个就，您好，您所拨叫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拨。真像啊！要不然就来一个，您好，您所拨叫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我说怎么老是啊？完了，他们就很惊讶，说。刚才你说了，我说对啊，是我说的。再说个不在服务区。您好，您所拨叫用户不在服务区，请稍后再拨。哦，真像。哦，声音的这个塑造能力超强。那时候就是知道自己会这种样的声音，可是从小到大我的声音就比较尖，说话声音高的话就会像孩子。这个配音现在已经作为他现在的一个工作了。对，我们现场得来。让他跟我们现场配个音，大家说好不好？老婆醒醒。干嘛？人家正在吃羊呢。老婆，我又做梦抓到羊了。什么？被这件事吵醒我，你不想活了吧？给我抓羊去，快去。大南瓜，大南瓜，又香又甜的大南瓜。我来了，太好吃了。到底该怎么办呢？这怎么走不动呢？哇，我汗都出来了。你真的特别憨，你真的特别憨，难怪抓不着羊。所以我说他是本色出演嘛。对于真涵来说，可能他必须要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才能够去工作。我想从小到大可能的身体情况现在应该是最好的。怎么说呢，就是这个病到了很严重的地步的情况下的最好的。哦，对，最好的状态是17到20那几年。那时候还可以骑自行车那时候我的胳膊还可以往上抬，还可以够得着后脑勺。那时候这条腿没坏，我这儿去年做了一个手术，现在膝盖里头的骨头是假的。哦，所以现在的生活上面还是要有爸爸妈妈来陪伴和照顾你。对，所以今天是特地来感谢他们的。对，特别感谢他们。那我们现在把爸爸妈妈请上场好不好？爸爸妈妈一看都非常非常朴实啊。这位是我的妈妈，她叫郎美春。那位是我的爸爸，叫莫明顺。然后我的爸爸妈妈只有我一个孩子，特别的辛苦。我们的这个真涵，她发现她这个有这个类风湿病的时候，大概是在她什么年纪的时候发现有这个病症？9岁这样吧。9岁的时候发现的。9岁，当时我们对这个病的概念也不太清楚。后来我就问那个医生，我说这孩子怎么是这样呢？那是四肢关节都疼啊。他说，我老实告诉你吧，你住在这也没用。他说你干脆带他回去。他说这叫类风湿，叫不死的癌症。从医学上来说，这前几年还是没有什么特效药去应对这个病的。他这个病他只能让你越来越严重。原来你可能有10个关节，完了他就慢慢的扩散，越来越多的地方会关节都坏了。然后我吃激素，
吃那个激素的话对内脏特别不好，然后心肝脾肺肾就会坏，然后医生说你要是一直吃激素，你到时候是七孔流黑血，心肝脾肺肾全部功能衰竭，这样会死的。然后每一次去医院，医生都会骂我妈妈，说你这样你是让你女儿死得早呢吗？可是我妈说我给她吃激素，她可以慢慢的走路，她可以走到外面看世界。如果你有一个孩子，你是愿意让他躺在那儿看一辈子天花板活到80岁，还是愿意他只活几十岁但是可以出去看世界呢？是这样。这个其实不吃也不行，不吃走走不动，都躺在那里。对，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只能在家里躺着。我瘫痪，我最严重的时候是我眼珠子可以转，我脖子都转不了，我嘴都张不开，就能张一点点。然后我妈喂饭的时候就用那个勺调羹往里头摁，那个手一个正一个反，这么放着，这样放，对，一个是正的一个是反的，两只手。什么时候开始从那样的一个瘫痪的状态慢慢有了今天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我们找了一个广东的医生吧，给他打了几针那个进口的针，然后这手就转过来了。还是这个求医有方，所以对他的病情也有所帮助了。但是叔叔阿姨就一直这样照顾着自己的女儿。要是要有个兄弟姐妹能照顾她，就更好了。当时爸妈是可以要第二个孩子的，但是我就多嘴问了一句，我说妈妈，如果你怀孕了，那我呢？因为我已经瘫痪了。后来我妈就抱着我就哭了，就说咱不要，咱就要你一个。就因为这句话，我就想，那我赶快把我自己的病治好，对，这样的话爸妈就不会那么辛苦。然后我就到了17、18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病怎么还没有好，并且为什么如果我一直吃激素，为什么我会死掉？所以我说我一定要很努力，我一定要做得比其他的孩子都好，任何一方面。所以我就很努力去做每一件事情。所以直到现在，我发现我30多岁，医生说其实我可以活到60、70岁，我特别开心。厉害！今天把爸爸妈妈请到向幸福出发，我相信你准备了很多话。我长那么大，得病那么多年，脾气非常不好。得病的人脾气都不好，所以有时候爸妈可能哪儿做得不够好的，我就会吼他们。这是非常不好的。我慢慢长大了，我也知道这样很伤爸妈的心，所以我从来没有跟他们道歉过。但是这些年女儿长大了，爸妈也身体慢慢的不好，所以我今天特别想要跟他们说对不起，然后也非常感谢你们让我来到这个世界，然后把我照顾得那么好。我一定会让你们过得比其他的父母都精彩，让你们的脸上有光。只要你幸福，我们就快乐。爸爸妈妈最简单的一句话，只要你幸福，我们就快乐。爸爸妈妈对他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期望吗？我这个女儿呢，她病到现在也有很多人支持了她啊，很多人帮助了她。但是我希望她以后呢，要懂得感恩，懂得回报社会，懂得报答，这是我的最大的愿望。我有在做。我上个月一个人去了河南和山东，去看我认为比我更困难的家庭，所以我觉得我做的每一件事情，就是在得到父母的养育之恩，得到社会的关怀，那我要去回馈给这个社会。对，我觉得我很幸福，我得到过别人的帮助，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所以当我帮助到别人的时候，我就非常有成就感。郑涵，请教一个小问题，感情上的问题在这可以聊吗？我现在是单身，一个人。恋爱过吗？有，其实追我的人特别多。真的？太好了。然后以前比较多，现在没有。
这扇窗是关着的还是打开的？我在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我希望更好的我会出现在一个对的人的面前。是开着的。对，我相信爱情。我给你举个例子，在我们的节目里就有一个来自山西的姑娘，她跟你的情况是一样的，得的这个类风湿，但是她比你要严重的多，她是坐在轮椅上的，她几乎只有手指头能动，然后能讲话，但是她现在有非常非常幸福的家庭，所以我相信也一定会有的。其实我一直都相信我应该也是会有很幸福的家庭的。对，我18岁的时候就喜欢看育儿的书，所以我现在我觉得我很会带孩子，完了，而且我喜欢就是喜欢做做饭，就是偶尔会做一下。我觉得如果我有一个家庭的话，除了身体不好之外，我其他我自己给自己打分应该是95分以上。我相信那个懂得欣赏你的、愿意照顾你的那个人肯定会出现的。是，我也想祝福你，好不好？谢谢，谢谢。我们都说爱要大声唱出来，今天我觉得要有一首歌来送给你的爸爸妈妈，好吗？我今天准备了一首歌，就是特别献给我的父母，叫《爸妈，谢谢你》。就是你让我无忧无虑，哪怕路上多崎岖，妈妈谢谢你，我的心这世界变美丽，只因为有了你。这世界变美丽，只因为有了你。爱要大声唱出来，向幸福出发。1976年7月28日，中国的唐山发生了里氏7.8级的地震。在那场浩劫当中，我们失去了很多很多的同胞。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委托人，名字叫做田金芳。田大姐以前也来过我们的节目，她说在那场地震当中，不幸的是她失去了自己的父母，成为了一名孤儿。然而幸运的是，解放军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唐山大地震当时是这种情况，我当时在一所这个医院住院，前半夜就是特别热，到后半夜了就下雨，然后大家就这凉快劲儿都进到房间去睡觉，突然间呢就是真是轰轰轰都响，当时我就感觉地震了，在短短的几秒钟就让我7岁的弟弟成了孤儿，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就上面我就听着喊：“快救我！这里边还有人！”我抬头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顶戴着军帽的解放军叔叔，穿着军装。这时候我知道是解放军救了我。相信今天田大姐作为委托人，也一定拥有她的这个梦想。那掌声就让我们有请她上场。你好，田大姐。我相信您今天之所以拿着这顶军帽，军帽背后一定有很多很多感人的故事。39年前，大家都知道那场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短短的几秒钟我就被砸在了地底下，让我呢和我的弟弟都成了孤儿。
然后呢就是我也不知道埋了几天，也不知道埋了多长时间，然后就是就听着上面有人喊，底下有人没人，我就在底下说，哎呀，知道救星来了，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救命啊，救命！完上面就开始扒我，具体扒多长时间我也不太清楚，我出来以后我才知道。然后呢，这个当我出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顶军帽，是一位解放军叔叔。我知道是救了我，我头当时砸的都是血，然后这个叔叔就把这顶军帽戴在了我头上，他说，小妹妹，把这顶军帽戴上，你头都是血。我就决定这顶军帽可能今后就是他伴随我一生的成长。然后这顶军帽在1977年的时候，我就开始戴着这顶军帽，带着我7岁的弟弟开始了漫长的寻找这位军帽的主人，救命恩人解放军。一共寻找了多少年找这个恩人？今年整整39年。我边寻找他，我边拥军。当时呢，我们在唐山有很多的驻军的这救灾解放军嘛，我都到各个地方他们的那个住的地方去找，然后呢找不到的话呢，我们就给他帮忙洗洗衣服，因为那个时候解放军没有时间去洗衣服的。然后呢我和我弟弟我们就洗洗衣服，然后呢我们就在有时间的话晚上再给他们表演小节目，就这样。就姐弟俩？哎，对，慢慢一天天长大了嘛。长大了以后呢，我又成立了个这个一支拥军艺术团，可以说在全国独一无二的，叫天津方拥军艺术团。然后我在2008年的时候，我举行了一次全国拥军万里行，去寻找这位解放军恩人。找到了没有？我们想知道。哎呀，今天我上幸福出发，我就告诉大家一个喜讯，我今天真的很幸福，我找到了。4年前来到向幸福出发的现场，您的梦想就是还在寻找这位恩人。对，今天来到向幸福出发的现场是想告诉我们您找到了。我找到了，我还告诉大家，这个你们有幸福的事儿也到幸福出发来，他们会帮你圆梦。今天通过这个栏目，通过很多的好心人，再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在徐州江苏省徐州市找到了。39年过去了，我觉得那个解放军的容貌会发生一个很大的改变，您怎么就能确定您一眼能把他认出来呢？因为当时啊，我第一眼我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我都15岁了，我第一眼出来的时候，我个儿挺矮嘛，我小孩嘛，我就抬头看了看他，两道浓浓的眉，虽然不是大眼睛双眼皮儿，但是眼睛特别大，它属于丹凤眼形式的。所以呢，我看到这个第一眼的印象非常深。但是多少年，39年过去了，可能他有很大的变化。那个时候是个小伙子，就会嘉宾一样长得很漂亮。39年过去了，他现在就是一个老人了，所以变化非常大。我也想象到了，但是第一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当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虽然他有病消瘦了，但是浓浓的两道眉和那双大眼睛，让我一眼就看见就是这位恩人。当时我的激动啊，我就说，恩人呐，39年呐，你让我找到，好苦好苦啊。陈大姐，当时见到亲人的时候，有没有把那个画面记录下来？因为当时呢，他们徐州市的媒体听说我在遥远的北方去寻找这么一个故事，找这个恩人，结果他们当地都挺关注这个事情，我都给录下来，把这个精彩的一幕又一幕的录了下来。那我们今天也请全国的观众一起来看一看当时的画面，好不好？来。39年，大哥，39年，您别激动，别激动啊，不能激动，您别激动，我带着您救的那11位幸存者，谢谢您，我找了39年，大哥，谢谢您，大哥，谢谢您。我代表11位孤儿，11位幸存者，谢谢你，
谢谢。这就是当年戴在我的头上的那顶金帽，是你我保存了39年，是你给我的。你就点点头，你点点头是吗？哦，我知道，就是是吗？哎呀，大哥，就是您。39年，我走遍了全国，山山水水，坎坎坷坷，我找的就是您，大哥。没事，该哭出来。这个泪水是一种，绝对是一种情感的表达，不要压抑它。对不起。没有，不用说对不起。因为我在他们那个地方，电视台的好心人，还有他们这些抗震救灾老兵，我在那住下以后，我在他们电视台，为啥我要找到电视台？我想通过电视台，可能就是找得快一点。因为我身体不好，因为我有2种癌症，做过7次大手术，大夫一次一次的给我下病危通知书。我想在有限的生命时间里，找到我这位世界上最亲、最近的人，给我生命的恩人。我就当时在医院住院，我就跟大夫请了假，我就赶紧走。我就坐着火车，我就到徐州去，因为我在网上看到了一条信息，一个信息上写着一个，就是说徐州有20多位老兵，每年在728的时候，都要在一起聚会，纪念悼念他的牺牲的战友们。那个照片里边有一个薛东，那个当时我不知道叫薛东升老人，大镜头挺大，底下有好几个战士，好像什么他的老战友。当时我看到底下有一个图片。我就看着这个人就特别有点像我，救我的那个人。到徐州以后一看，一下车一进病房，我真的我好激动好激动。然后我就试探着把这嘴蒙上看看是不是，哎呀，我见着的就是他。当时我那种激动劲儿啊，真的是可想而知。39年的坎坎坷坷，历尽了很多的艰难，所以我特别激动。39年看了那么多的人，见到恩人还是一眼就能把他认出来，认出来了。所以也是您今天来到我们向幸福出发的一个主要的心愿。对，因为您找到恩人了。找到了。那今天我们是不是要把他们请上场？救我的这个兵哥哥，他现在还在医院，他的女儿今天来到，替他的父亲来到了现场。恩人兵哥哥的他的首长薛东升老人，他也来到了现场。我们掌声把他们请上场，好不好？欢迎您！我叫薛东升，1962年。广荣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7月20日起呢，我们一部分同志到茅山去给团部专车，还一部分为我们自己专车。也就是在这夜里，7月28号3点42分，发生了强烈的地震。到达汤山大约有还有3公里的时候，车就左摇右晃，因为公路断裂塌陷出现很多情况，这个车呢就像爬似的，好不容易啊爬到这个汤山的路北去。这时候眼看到的太惨了，有一个民警叫李向东同志，穿着裤头拦着我们的车说，汤山完了，请求你们救救汤山吧。当时我们全体战士干部
心里头非常的嫉妒，非常的可怕。于是我就下令立即下车，马上救人，争取一分一秒把文建军兄弟救出来，有一线希望就不能放过。局长命令以下，吴连长一声号令，是我这五辆军车的这个干站像湖一样的跳下来，以本排组为单位，就是飞奔到需要救的现场去。经过一天多的劳力，因为我们是搬家的，没有带任何救援工具，全是用手把，大家的手全都歇着无呼了。由于下雨，当天下午5点多钟下雨特别大，但不见流水。经过一天的努力，我这168位同志仅仅拔出了90多位同志，92位同志。我们救出来的人，救出来的解救兄弟没衣服，我们的战士就把衣服脱给他们穿，头破了把帽子抹给他们戴。就这样，夜里头淋着雨，巡视着巡视着哪里还有呼救声，哪里还有敲击声，他们都留人在那里看守着。天蒙蒙亮，第二天29号天蒙蒙亮就展开了抢救。干站们把所有的精力还在寄托于我多救一位，我多救一位。好多同志两个一组三个一群在巡视着，因为唐山一直在晒，一直在动，一地一直在蹦，我的车像跳舞似的。所以这个所有的干站呢都心系被压的群众，总感觉到早一分钟把他们解救出来，这是我们应尽的任务，也是对父老乡亲的责任。在一家医院听到了一处听到这个敲击声，也就是走光军小组听到了以后，马上就近说这里有人，肯定有救救者。他们飞奔到那里去，呼呼的叫着几个人就拔头的拔头，撬棍的撬楼板的撬楼板。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终于救出一个10多岁的女孩子。这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天津坊同志到徐州任的这位周光军同志小组做的。周光军同志呢，这2天一夜，他这个小组以他为首的，就是一共把救出来11名同志，小的3个月，大的20几30几，以18两为主的这支部队，共救出128人的8名解救兄弟。太棒了！因此呢，受到了这个连队受到了军委以农记以农工的奖励。我们周光军战友为记了2等功，为了表彰他，毛主席去世时委以选中他为毛主席首领。我相信当年您带着您的那个部队救人的故事到现在都是历历在目，真的向你们表示致敬。老首长在讲述这个40年前的故事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他依然有当时那个指挥官的那种气势，那种坚毅？老首长，能冒昧问您，您今年？我今年75岁。75岁，精神矍铄呀！40后，田大姐是55岁，60后，我是70后。小姑娘。你是80后，佳明哥哥、月亮姐姐、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来自徐州，是邓广军的二女儿，我叫周敏。今天因为我父亲身体不好，脑血栓偏瘫，在床上躺了8年，所以没有办法来到中央电视台
接受田姨对他的这样的一个寻找的这样的一个回馈。今天坐到这儿，我觉得是代表我父亲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感谢一直记着他的人，所以在这里也谢谢田姨、谢大爷和我们这样一个央视很好的节目在传递正能量，也真正的让我作为他的女儿，我才知道我一直认为任劳任怨非常朴素的父亲是如此的伟大，所以很感恩，谢谢大家。我想你出生你是80后，那场浩劫是没有经历过的，那在你小的时候爸爸有给你讲过他那时候救人的故事吗？小时候经常会说你父亲在抗震救灾的时候立过功，腰被砸伤过，因为我父亲一到阴天的时候就会腰疼。我父亲其实在我们跟前说抗震救灾真的很正式讲不是非常多。我在小的时候他经常会说唐山地震真的很惨，死了很多人，在死人堆里抢人，他说他的部队和他的班参加过唐山抗震救灾。我当时非常的小，我觉得父亲说这个我就觉得哎呦，他们的部队真的很勇敢，我父亲也很勇敢，感触不是非常深。直到汶川地震的那个时候，我父亲已经是有糖尿病并发了初始了，他的这个腿和腿有点撇了，走路嘴巴有点歪了，他当时就非常耍性子很强，就给我妈一直在生闷气，说我必须得去汶川，然后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你非得去汶川，他说我得去汶川参加民众的救灾，我母亲说你别瞎折腾了，人少你一个人救，是真的。所以那时候不知道我父亲真正的用意，在来电视台之前田姨去找我爸，真的电视台去采访我妈，我妈叙述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爸在唐山地震救了11个人，然后在这之前我决定来电视台之前，薛大大给我爸写了一个周广军的一个抗震救灾的一个报告，我看完了时候我才知道我父亲是在那样的环境当中救人的。汶川地震通过电视台我们才知道那的场景在救人，我才知道我的父亲是真的，我能感受到他为什么会看电视会哭，为什么汶川地震他要去。在来之前导演组让我找父亲获得了奖章，然后我在之前我父亲从来没给我们看过，当我母亲转给我手里的时候我看我哭了，因为我知道真正的我父亲确实那个时候跟毛主席守过灵，获得过抗震救灾的这样的一次殊荣。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心里真的，我觉得我的父亲真的不容易，这个都已经破损了，是薛大爷为他粘起来的，他从来都没有拿出来让我们看过，我们都不知道我父亲身高不高，在平常的生活当中非常的朴素，任劳任怨，因为他从军队受伤回到家乡的时候，因为受伤没有正式的工作，后期乡政府让他放电影，电影真的下乡放电影的时候补贴很少，钱很少，他蹬着3轮车风雨无阻去放，就放抗战片，我们都说你老古董，为什么现在人那么好的片子你不放，你非得放那个，他国家号召放着就放着，上学校里义务放，有一年蹬3轮车摔得鼻子眼睛全烂了，我妈真的很心疼他，蹬着3轮车送他去，那么多年我们一直都觉得我父亲为什么这么板，我从他的奖章，从他现在的我薛大大的口述当中，我真的明白我父亲是军队里培养也塑造了他这样一个军人的品性，任劳任怨，不为别人添麻烦，自立自强。我想给我的父亲说，爸爸好好养病，不要担心，不要担心爸，我的妈妈和弟弟，我和我姐会好好的照顾他们，无论什么时候。我也想给我的母亲说，
自从我的父亲有病以后，八年躺到床上，我的母亲从未在我们的跟前哭过一次，也从来没有给我们说过她累和苦。病床前从来不让我姐姐和我在看护，她害怕影响我们的生活，只带着我弟弟照顾我爸爸。我想给我母亲说，妈，你累了就歇歇，因为你的孩子已经长大，我们可以照顾好你，真的很感恩有这样的机会给我爸爸妈妈说，谢谢。真棒，不愧是英雄的后代，对，英雄的女儿。叫小周，我在听你讲的时候，你爸的那个形象和影子会在你的言语中间会出来的。父亲是这样的，年轻帅的，我爸拿而且浓眉的大眼。对，如果我们的摄影师能够就拍到当年田大姐看到的那个浓眉的大眼的那个那当年记忆犹新的这张照片的脸孔，至今我也不能忘。我听到现在，我觉得好像有很多谢谢要表达，但是又不知道该。你说，我们当然要谢谢解放军，我们也要谢谢田大姐，对，这40年的情谊，我们也要谢谢80后的小周，能够捧着这样的沉甸甸的，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时代最需要什么？需要中国故事。这是一个伴随着新中国几十年的中国故事，这里面好像只有泪水能够表达你内心的感受。我们今天也真的特别特别感谢大姐能够给我们带来您亲身经历的这个故事。我知道大姐今天来还有第二个心愿是吧？因为我是个地震孤儿嘛，解放军救了我，部队就是我的家，所有的军人都是我的亲人。每次到部队拥军的时候，我就会说，我说的是心里话呀，我真的感谢你们呐。虽然你都比我小，但是我也要管你们叫兵哥哥。我特别喜欢我们部队的军旅歌手，而且特别喜欢部队的军旅歌曲。我能不能？您最喜欢的是谁？哎呀，最喜欢的，于军舰呐。我这是我的梦想吧，观众朋友们，我是不是在做梦啊？所以就是说，我就这么想，哎呀，这梦别做了，人家的工作都挺忙，哎呀，特别喜欢他们的歌，喜欢他们，这是我的梦想。哎呀，说句心里话哈，我也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帮您实现您的愿望，是否向幸福出发的现场能够再一次帮您圆梦呢？我们一起期待这个时刻。心里
我也不傻，我懂得曾经的路上风吹雨打，说起那些来话我也硬心，人间的那个烟火把我养大，我好激动，终于看到我们真人的歌唱家了。原来我的梦想总想有那么一天我要和玉老师见个面多好，今天我终于圆梦了。玉老师谢谢您，这个知道您那个我见到您也很高兴很激动，因为知道您花了自己将近200万的积蓄是吧，成立了一个拥军艺术团给战士们歌唱。没错，我也是个老兵，听了确实非常激动，我相信你的这种行为这种精神一定会鼓舞和激励着很多很多的人。衷心的祝愿你身体健康，谢谢谢谢，生活幸福，谢谢。其实刚才在这个玉金燕老师唱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大姐几次都激动的要冲到台上去，不停的问我，我能跟他一起唱两句吗？我能跟他一起唱两句吗？咱们一直在唱两句。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家中的老妈妈，你是馒头白花。说句那实在话，我也有。要大声唱出来，向幸福出发。欢迎大家收看由婚庆黄金9999专家鸳鸯金楼独家冠名播出的向幸福出发。在这里也特别感谢鸳鸯金楼为我们节目的每一位委托人准备了一份这样的幸福礼包，感谢。接下来我们上场的这位嘉宾呢，他可以说是心灵手巧，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他的作品。这个服装很有特点，嘉宾你发现了吗？这个服装上面呢都是
这个图案都是传统的剪纸的图案。哦，远处看哦，我看是旗袍，但是走近一看哦，都是中国传统的剪纸的元素啊。对，都绣在了这个旗袍上面。掌声有请这位心灵手巧的嘉宾闪亮登场。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巨野县刘林镇张庙村，我叫常凤玲。这些花都是我用手工寸剪出来的，这是都来自一个家乡的吗？我们都是一个村的，是一个村的。那村里是不是就有一模特队？他们穿的衣服都是您设计的？对对对，是是的，都是一个村的啊，这都是我们村的。你们村男生好幸福啊！你们村盛产美女啊？什么村来着？巨野县刘林镇。刘林镇。张庙村。张庙村。哎呀，姑娘真漂亮。好，谢谢姑娘，谢谢你们。谢谢。会剪纸，当然少不了咱们这个剪纸的工具哈。对。今天咱们就现场边剪，我们边跟您聊。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剪纸的？从小就喜欢这个剪纸。93年又拜我们巨野县一个民间剪纸大师姚俊子老师，又拜他为师。这剪纸剪出的最好的成绩是什么？最高的是那个2013年咱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啊，全国剪纸大赛，那个是我获的是金球手奖，一卖了20000块钱。然后这笔钱捐给一个河南一个白血病的一个孩子，白血病的一个孩子。哦，对，您把这个钱捐给他了。哦，现在给我们剪的这个作品是什么呢？是八蝶富贵。八蝶富贵。哦，展开会有八只蝴蝶啊。好像我看您速度特别快哈，一会儿就剪完了。是八蝶富贵，八个蝴蝶。八蝶富贵。哇。然后我看您今天好像带来一幅作品是吧？格格牡丹。这幅作品大概用了多长时间啊？这个用了2个多月。2个多月剪好的。嗯。但是大姐今天来啊，她今天可是接收人，接下来有惊喜。对，因为接下来上场的这一位呢是作为委托人来到我们节目里的，是您的爱人。对对 对， 对， 对。那我们就请这个徐长国大哥闪亮登场。徐长国，徐宁选学云教师。今天为什么要作为委托人呢？20年前我得过一次大病，我和凤玲呢是在93年结的婚，94年10月份我就患了再生障碍性贫血，这种毛病呢，也可以说是也有的称为血癌，是很难治愈的一种血液病。对小两口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打击。医生跟我说，他说这个毛病治愈率很低，他说。说的如果想治愈好，都必须得换骨髓。我那人都不懂这个癌症是啥毛病。他说啥吧？医生说，说的这个血癌你懂吗？他说血癌你懂吗？血癌。啊，嗯。我说血癌我懂。他说他这个癌症这个病，他说都相当于是血癌。嗯。医生跟我说，他说的就是很严重。他说孩子花很多钱。他说让我做好心理准备。我说换个骨髓得多少钱？他说的想那九几年，他说也得20多万。一听这20多万相当于我们农村这20多万真是一个天文数字。我说要是能保守治疗呢？他说保守治疗话的得时间长，没有办法拿出来那些钱。他说就按医生的说，那个按医生的法说，就是说保守治疗吧。在县医院住了半年的时候，哎呀，那时候我的在头半年基本上不能下床，那时候血最低的时候只有1颗多血。哦哟，1颗多血，生活完全不能自理。都是凤玲姐在一直照顾你。哎，都是在一直照顾我。嗯。在生病的时候，凤玲当时是白白胖胖的，135斤。我住了半年院，我看到她，当时她称了一下，体重是85斤。哎呦。哎呀。也是急的累的，就是人就一下子消瘦了。对对对对，但是你不能垮呀。那人闺女还吃着奶呢，是闺女还吃着奶。嗯。哎呀，我看到凤玲为我日夜操劳，那时候又慌又黑，我在想我看不好这个病，看不好我不能再拖累她了，我就故意给她生气，把他叫到床前，
故意找事，你伺候着我这不好那不好，最后杜姐说你走吧，想把他气走，带着孩子走吧。您怎么回答的呢？我说你不用说这说，我作为一个妻子，我能嫁给你一天，我得有责任去照顾你。那个时候您减脂吗？那时候我都会减脂，会减，但是没减，但是没有减。那你们的经济来源怎么办呢？都是靠我做衣服，靠做衣服啊，靠做衣服，带到县医院里，当时住了半年院，这半年院就是亲戚邻居都是凑的这些钱，还能够用。到最后这半年真是没法再挣了，我都凑一点点空，我都去，我不能去，哎呦，我一提都难过，我都凑一点点空，我都去上街我捡垃圾去。捡垃圾为了维持这个生活。处理这邻居都很好，有的呢那个纸箱了，又是什么垃圾了，他都给我送去。他们都知道您需要这笔钱。虽然微不足道，但对一个家庭来说很重要的。对，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我都说，我男人都说，我能有一毛钱，多了都有钱了。就这样一天天的，我们就这样维持的过来了，熬过来了。经过了在县医院的一年的治疗，病情非常稳定，能够下床了。但是我的经济呢，确实垮得不能再说了。我们只有呢回家治疗，这时候呢我们就用最中国传统的治疗方法，用中药。他吃了几年中药，然后那个盒子药材就是那个批发中药的，他知道我们开卫生室，不知道是他吃药，以为你开了个诊室。对，他知道我们是开卫生室。就是吃了几年，吃了七年中药，吃了七年中药。然后我觉得吃中药看来对您这个病情还是挺有帮助的。吃中药打针，吃西药，在家都是我给他打针。您都给他打针？您全能了。你上卫生室里去打，你看孩子也得花钱。对啊，我自己打在家都是我给他，我您也信任他，敢让他给您打。也没说叫我扎了他。病情也稳定了，我又上班了，心情也高兴啊。我们又要了一个儿子。哦，又有一个儿子。哎呀，真好。你看那时我的为了生活战，经过八年的抗战，中国有八年的抗战，我们呢夫妻的人啊和病魔抗战了八年，终于战胜了在仗这种毛病。真好。您是语文老师，今天在向幸福出发的舞台上，从您九三年结婚，94年也是20多年了，拿出语文老师的文学天赋，今天有什么话对妻子说？我真诚的，老婆，我这20几年我没说过我爱你，但我心里却深深的爱着你。在这里呢，我要大声的对你说一句，老婆，我爱你，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凤玲姐，凤玲姐好幸福啊！现在笑的，凤玲姐就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特别坚强，特别乐观。当时那时间条件很差，男人时候已经过来了，过去了。要乐观的那种的，对待以后的生活。对，我觉得未来的日子还得你们两个人手牵着手，所以幸福在向我们招手。对，我们要手牵着手向幸福出发。最后爱要大声唱出来，我觉得就用《牵手》这首歌吧。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
要大声唱出来，向幸福出发。爱要大声唱出来，向幸福出发。每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总是在一种回味中表达我们的感谢和祝福。谢谢身边那么多优秀的榜样，那么认真的面对生活，带给我们这样强大的正能量。没错，也许有时候生活对于我们来说会有苦难降临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要用另外一种精神去战胜它，我们的生活就会过得越来越幸福，越来越美好。再次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这里是向幸福出发，我们下周星期二晚不见不散。